探索宇宙人生真相，见证世间因果轮回。老宋讲故事，由聚贤堂送幸福著第448集。入子尊而贵，圣经礼三宝。尊敬的诸位同修、诸位家人，大家中午好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10，公元2016年7月12号。现在是暑假，天气燥热，我们都会选择自己的避暑方式。对于我们学佛人，五台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，绝对的避暑圣地。就是这几日，你上五台，下午或者晚间就会觉得冷。其实这个不用老宋推荐，已经有很多同修赶赴五台，一则避暑，二则拜佛。讲起拜佛，老宋其实好想同大家倾下，入寺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？当然，限于篇幅，老宋不一定能够面面俱到，尽量同大家将这些讲得全一些，俾大家在旅游的同时更加如理如法地拜佛。入寺院亦好，入道观也罢，我们第一个原则就是要保证不要随便地拿寺院或者道观的一针一线。就好像我们八路军当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，寺院的花果不要轻易摘，注意哦，这些都非常重要。施主一粒米，呆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还。寺院里面的大部分物品都是源自于施主的供养，一针一线不可以轻动，即使是师父叫你吃，记得亦都唔好忘记喺功德箱入边放一定嘅随喜金，以示供养。食水果同食饭系一个道理。每个寺院都有斋堂，有啲会称为五官堂，系出家人食斋嘅地方，亦都系居士喺护持寺院期间食饭嘅地方。我们去旅游、去参拜，亦都可以在那里里面吃饭。只要有位置，没人会将你拒之于门外，是免费的。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在家的修行人，虽然知道这些是免费，但是要理解因果不虚。大家都是供养出家人的，我们入去饱餐一顿，就相当于你分享了出家人的一份食物，这个果报都不小的。同样是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还，怎算呢？当然是要随喜啦。那食斋的地方一般都会供一尊弥勒佛，在佛前会有一个功德箱，你将这个功德随喜金放一些，寺院里面无限制，你可以捐亦都可以不捐，你可以捐多些亦都可以捐少些，没有一个规范。但是老宋建议你放入的随喜金要大于或者等于这碗饭的价值。
食饭嘅时候，譬如话呢碗饭嘅价值系10蚊，你放咗100，咁你系唔系就可以随便浪费呢？多打啲菜，多滗啲米，最后结果系剩咗一堆。呢种情况，我哋要坚决杜绝。老宋喺寺院食过斋。发现里边嘅僧人同居士嗰个碗系非常干净嘅，除咗少数唔懂规矩嘅，首次进入嘅，大部分系一粒米都唔剩。食过饭啦，我哋去洗碗，所以我哋亦都唔能够剩下，食几多打几多，拒绝。浪费。另外喺食斋嘅过程当中要止语，唔好交头接耳咁倾偈，或者大声喧哗。呢个系忌讳。食饭就系食饭，你唔好做第啲。同时食饭嘅时候要小心咁咀嚼，唔好食饭嘅时候啪嗒啪嗒。食饭嘅声音出到咁大，亦都唔好要。咁样做有失恭敬，亦都有失礼貌。入去唔懂点办呢？忘记点办呢？冇关系，里边食斋嘅人好多，你睇下人哋出家人点样做，你就点样做。保证冇错，出家人止语，你止语，出家人食得好干净，你亦都食得好干净就得啦，就错唔到啦，唔使担心会忘记。寺院里边有样子，有榜样，仲冇讲咯，寺院里边嘅素斋好好食噶。一提到寺院嘅素斋，老宋就有啲流口水啦。多年冇去品尝啦，喺嗰个氛围去食，的确有唔一样嘅感受。点样食都觉得香，觉得边一样都好食，边一样都想食啲。无奈啊，老宋肚皮细。食唔到几多，大家有时间嘅话，不妨去食餐素斋，冇关系，适当除起一啲就可以啦。我哋唔好浪费就得啦。喺寺院里边食斋，咁简直就系一种享受。不过呢个话题讲得有啲早啦，我哋应当按顺序走。不过顺序已经打乱啦，咁老宋就讲到边度算边度。如果你入寺院、入佛堂，首先讲嘅系入，你唔入，点样拜佛呢？呢、这个就要求我哋应该注意啦。平时寺院里边一般唔开中门。都系开旁门，要喺一啲大日子嘅时候，中门先至会开。所以我哋选择旁门入就可以。入嘅时候注意，你靠门框嘅呢个脚要先立。譬如话，你系靠住右侧嘅门框，咁。你就先攬右腳。如果你靠嘅係左側嘅門框，你就先攬左腳。一般按我哋嘅習慣，都係入嘅係靠右，所以先攬右腳。出我哋依然靠右，先攬右腳。
如果人多嘅时候冇办法，你靠咗左，就先攬左脚。讲到咗脚，大家自然联想到鞋。我哋去寺院，尽量唔好穿皮鞋，为乜嘢啊？大家自然能谂到，佛菩萨不舍一人，视众生都为自己嘅子女。其中嘅一个子女穿住另外一个子女嘅皮，有薄慈悲之心啊，系唔系啊？尽量选择格，假嘅人造格或者布鞋等等。但系唔可以穿拖鞋，注意哦，一定唔能够穿拖鞋。呢、这个大家都能够谂得到，唔恭敬。脚下我哋注意啦，身上嘅穿着自然大家亦都要明了一下。男士，你唔好穿住短裤衩就入去。上面系个两条筋嘅背心，咁显然系唔严肃、唔恭敬。而我哋嘅女士更加要注意啦。而家女子衣服嘅种类特别嘅多，而且社会上流行嘅风气系性感，质量越嚟越好啦，穿得越嚟越少啦，呢种性感你喺屋企穿就可以啦，一定唔好将呢啲着装带到寺院，穿到寺院，非常之唔恭敬。你可能因为你嘅穿着遭莫大嘅业，宁搞千江水，不动到人心。无论你系有意抑或系无意，但系客观上你令呢个修行人心唔静啦，心里边产生咗邪念或者不正念啦，你嘅业障就有啦，将来可能堕恶道，严重嘅话可能入无间都有可能。所以唔好觉得自己平时可能冇做乜嘢坏事，我仲经常去庙里边烧香拜佛，谁不知你烧香拜佛带嚟嘅客观后果更严重。所以话，无论男子亦或系女子，去寺院尽量穿长裤长袖。以淡雅朴素为主。另外，女子去寺院尽量唔好化妆，呢啲都系好重要嘅。另外，切记，入寺院不得抽烟，亦唔能够醉酒后去寺院。即使你唔饮酒，嘴里边有嗰啲酒味，亦都唔好入寺院。另外喺入寺院之前嗰餐饭，尽量唔好食肉。如果有条件嘅话，沐浴更衣以示恭敬。入到寺院里边，我猜想大家而家嘅人喜欢拍照。呢个本来无可厚非，但系一定唔好随便喺佛殿前拍照，将菩萨像招入嚟。另外，未有经过出家师傅嘅同意，一定唔好同人家去合影，或者偷偷咁拍摄人家，呢啲都系唔礼貌、唔恭敬嘅行为。入到寺院里边，我哋系以参拜为主，怀住一颗敬仰嘅心，
唔好将佢当成其他嘅旅游场所。大声倾偈、喊叫、喧哗、跑步，更唔能够随便咁吐痰。青年情侣不得在此处诉恩爱，呢个好重要。寺院里边，我哋肯定会拜佛，拜佛系好讲究嘅。作为一个普通居士，或者你学唔到咁多，但系你要恭敬，你要认真，恭敬认真足矣。尽量系每尊佛前都参拜一下，唔好厚此薄彼。拜完佛之后，你要谂撤离，亦都一定要注意，睇睇有冇人喺度拜。如果有人喺度拜，你一定唔好从人家前边经过，呢个系对人嘅尊重，亦都系对你自己嘅尊重。唔系嘅话，亦都系接自己嘅福啊！我哋有几大嘅德行嚟受人家嘅礼拜啊？系唔系啊？大家自己都能够谂得到。入咗寺院里边，遵循寺院嘅规矩，俾上香，我哋可以点一支或者三支。唔俾上香，我哋可以心香一炷，恭敬心系重点。有啲居士可能想体验一下听经闻法嘅滋味。寺院系乜嘢地方啊？系道场。乜嘢道场啊？讲经说法之地。如果你要去听，注意啦，喺人家讲经嘅时候，你就要认真听，听懂听唔懂系另外一回事。你嘅呢个姿态要有，恭敬心要喺度，你唔好瞌眼瞓，真系成咗催眠曲啦。就好似老松讲故事一样，好多同修听下听下，咔咔，听下就催眠啦。嗰、那个瞓得叫一个香啊！冇事，老松唔系乜嘢高僧，唔系大德，你可以随便。如果老松嘅故事能令你催眠，老松都好开心。最起码亦都系功德一件。但系你喺寺院里边听经嘅时候，切记唔可以咁样。另外，如果冇乜嘢重要嘅事情，尽量唔好去打搅师傅们嘅清修，尽量唔好去同方丈沟通，佢好忙。有好多同修以认识方丈为荣，能够同方丈喺一起饮茶论道为荣，呢、这个都唔错。你认识也好，能饮茶也好，都好，但系冇必要次次去啦都饮茶，次次去啦都揾方丈。除咗接待以外，人家仲要安排好重要嘅寺内事务，仲要念经，仲要修行。我哋尽量唔好因为自己嘅虚荣而占用出家人嘅时间，特别特别特别注意。其实入寺院嘅规则会好多。老宋亦都仅仅能择其重点同大家倾一倾，唔可能面面俱到，但总之一句话，唔懂得指挥，我哋
总懂得礼貌啩。将平时的礼貌用在寺院里面，亦都不会有大错。同时入了寺院里面，看看寺规是什么样的，默默地记在心里面，不要去触犯就好了。或者你将要去五台山，或者峨眉山，或者普陀山，或者九华山等等。你在去之前，现在这个网络很发达，你百度搜一搜要注意些什么，去五台山注意些什么呢？去九华山要注意些什么呢？或者去哪个道观你要注意些什么呢？提前将这些注意事项收集好，备注一下，然后你再看看去五台山你要去哪个庙，先提前写个行程报告，有个规划。你不可能每间庙都去，每间庙都行下，怎样都需要一个零月啩。提前有规划，办事不拖拉，入去有规律，是不是啊？总之，寺院是一个神圣的地方，我们以无比恭敬的心来此地朝拜，感恩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传道，感恩我们这些出家师父讲经说法，道化群迷，时时处处以感恩的心来对待，就不会错了。好了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:53，今日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祝大家暑期玩得开心，玩得愉快，同时祝大家修行精进，早证菩提，感恩感谢阿弥陀佛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愿以此讲小故事的功德，回向给诸位善知识，回向给诸位听小故事、转化小故事、随喜小故事的师兄、朋友及一切众生。愿大家家庭幸福，人人开心，早日精成佛，人人回归极乐佛国。阿弥陀佛。